点忘啦，哼哼哼。今天比较忙。你说什么呢？啊？哦，我说你今天差点忘了上课。忘了，forgot，忘了。我再想想啊，今天星期一。哦，呵呵，你忙了，你太忙了。好，哦，哎，哦，你那个骑缝章，哦，你今天给我发的那个合同，对吧？对。别人工作的合同啊，不对，没有。客户的合同，客户，是加拿大呀，发票，发票哦，发票的合同，哦，发发票，票哦，发票，发票。和对账单。哦，这张单他要骑缝章吗？也要盖，对，这个哦，骑缝章很难呢，这个词语，对吧？对，很难的词语，骑缝章。以前我不知道，现在我是，以前我不知道。好，我们来复习一下我们上次学的哈。好的。卡住了，哎好，这个是读什么？这个，帮我放大一点，这个是，好。对，厚和薄，对吧？可以，好，这个呢？这个你读一下，这个。对，吸引，哦，这个是植物，对吧？植物和动物，植物。对，植物树啊，什么草啊，植物啊，哎，动物，好，动物。对，还有这个 lightly，light，那这叫什么？稍微。对，稍微，好，我们再看一下，这个词语，patient，耐心。老师好。新疆，好的。今天一盒。打球，跟那叔叔好一样。就是晚上好，对吗？好，这个，这个是弄脏了，脏了，daddy，衣服弄脏了，对吧？这个脏了，好，再看一下，好，这里没问题。这个是个啊，这个读什么？各地。对，各地，还有个人，就每个人，各地每个地方，各地，这个肯定没问题好，我们学新的一个，这里，我们学上了好多课啊，是吧？我们上了好多课，这个18课了，快上完了。科技与世界，对，18课，第一个词。今天呢，今天谁玩了啊？谁？超快了，很快了，
一共是20课，一共是 unit 20啊，20课。这个读什么？这个，密码。对，密码。是对，F，对，密码，什么密码？哦，银行密码啊，这个呢？信息对，信是息。B，啊，对，是信，B。对对对，信息。message 这个呢？啊，这个，举是什么？对是 E，是对对，E。啊，对，就是这个，举起来，对吧？这个举，好，这个呢？这个，危险是D。对，这个，这个，交通是 C。交通是对 C，交通是 C 啊，这个呢，这个，付款是 A。对这个你都会，很棒，好，再看一下啊，这个词，功能。比如说这个手机功能很多，对，功能。功能跟公用一样吗？公用是吗？公用。一样的，一样的，对。一样的，对。哎，在越南什么手机是最流行的？在越南，很多很多，有很多种，很多是，很多。哎，如果中国的手机在越南是哪个最流行？小米，小米最流行，对，小米。我们家用小米，对，是小米的手机挺好的，它价格不贵，对吧？对，我也用。我觉得它的电池很好，电池很好，很好，电池，用了很久。用很久。电池吗？对，好，再看一下哈，我们看一下这个词，降落。对，降落就是就落下来，降落，这个词呢，这个词，激素。对，技术，这个词，popular hot。这个火，对吧？火不是 fire，这个火是 popular 的意思。好，来看一下，我是申月哈，我是申月。好的。对，上次女儿问我，飞机怎么起飞和降落的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。他现在总是有各种各样，at 各种各样，kind of，各种各样的，为什么？孩子眼中的世界是美丽和奇特的。有一本书叫《新石湾歌》，为什么现在时的非常火？书里的内容，都是那个是，都是儿童想知道的科学知识，相信呢，你女儿一定喜欢读。对啊，这里就一个字，这个字你再读一下，之类的歌，对对对。卖的非常火。对 ，sorry，对，麦，跟你刚才读"死"很像，对吧？这个字，我的呢，词住了。对，这个是"麦"，对了长得很对。像。好，难道它和我们小时候看的十万个为什么不一样吗？
啊，作者是谁？作者的名字我没记住，新十万个为什么的内容，更新，介绍了各种科学知识，包括地球、动物、植物、交通、科学技术、社会和文化等很多方面。这个很厉害哈，太好了，不过呢，它这么小，我不知道它是否能读懂，放心吧，这本书的语言呢，简单呢，易懂。对的，你卡住了，你的网络卡住了，不动了，放心吧，这本书的语言呢，简单易懂，一定能增长啊。增长还是增长啊？增长，增增，增长，增长啊，增长啊，孩子的科学知识。对，好，这个可以啊，没有错，对，很棒，好，这一篇，这个词语。受不了。对，受不了。Can't stand 受不了了。这个呢，这个难一点。允许。对，允许是，我不允许你进我的房间，对吧？不允许，not allow。对。对，allow。好，这个课文这个对话很长，呵呵，看一下哈。我是李老师哈。现在的大学生。这个读什么？这个，地道。一遇到不明白的问题，可以马上在网上查找答案，几秒钟就把问题解决了啊！这比我们上学的时候方便多了，现在的人们，尤其呀，对吧？对，是尤其对的。Yes。尤其是大学生开始普通，使用电脑，他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电脑。据调查，70%的人遇到问题时，首先想到的就是上网找答案。对，找答案，这个是什么？普遍，绝对对，普遍。有很多普遍的，我天天用电脑，我的眼睛，没用了，累。没用了，我的眼睛没用了，这里，我家就是看电脑的，从8点啊，从7点半5点，到5点。但是你眼睛很好，你眼睛没有 close 对，我觉得我的眼睛很好。是新的，你女儿很漂亮，很可爱，你的，我的好闺蜜，老师，对，抱着老师睡觉，他要靠在你身上才能睡觉，对吧？妈妈，好可爱，这个电脑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，使学生们的学习方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。不过，天天对着电脑看，眼睛实在受不了，这里，不仅呢是学习方式，而且
而且连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很大，改变。现在越来越多的学生喜欢在网上让朋友对，及时，及时了了解自己的生活。对，及时了解你态，这个办法不错啊，既能方便大家交流，又能节约用纸，保护环境，但是如果别人都能看到我的日记的话，多不安全呢，safe，他说。放心吧，可以给网上的日记加密码。对，那让只有得到了允许，别人才能看到。对了，这个没错误了，好，这个词语，桥。对，巧。桥的话，我们一般是用，一座桥，一座桥，特奖，对，我没到。这个词语，这个词语，说的，钱。对，咸，你放太多盐了，对吧？腌盐，对。盐字我忘了怎么写的了，对，这样的，这个是盐，还有咸，对。对吧？真是好，这个没问题。天天用打字，忘了写字了，不知道怎么写了。好，你是王静，你是王静，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特别奇怪的梦，梦到自己正在一座桥上上走。走着走着，突然开过来一辆车，非常危险。接着又梦见，梦见我逃到车上，跟警察一起抓住了一个坏人。对，这个是 leap 跳，跳，跳。对你知道逃很棒，逃的话呢是，sorry，这个，写错了，sorry，这个我不会写字了，这样的，逃是这样写的。这个是一般是走路的意思，那也是跑，逃了，他逃了，那个，这个是跳，用脚，跳起来，对，你的睡眠怎么样？你的睡觉好不好？会不好，不好，对，如果什么总是有醒，孩子时，从有孩子的时候，我睡呀睡不得不好，好。是，从有了孩子呵呵睡不好，对。就是有声音的话，有一声音的话，你就会醒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如果有那个声音，你就会很热。我没听懂，我没听懂，对，如老师说什么？声音，sound，声音，就是有声音，你就是声会音。醒过来，就 wake up，醒，醒。声音醒过来。对，
就很容易醒，对吗？很容易醒。嗯，醒是 wake up，wake。我懂了。啊，懂了，懂了。是啊，嗯，很容易醒。我睡的那个叫浅，睡得很浅。啊，有声音的话就会醒，wake up。嗯，对，有的人一到床上啊，立马就睡着了，对吧？有的人，对，然后啊，叫他他不醒，啊，到了，然后，一般是胖子会睡得比较好，奇怪啊，奇怪，你怎么总能记住自己做了什么梦？我好像从来没做过梦。每个人都会做梦，区别只是有多有少。有的人睡醒之后还记得梦里的事情，有的人却不清楚了。你是所以觉得从来呀没做过梦，只不过是忘记了。我经常做梦，睡得不好。你说的有，哎，这个读什么？listen 道理。吗？对，有道理。我一般呢都是一觉睡到天亮。这个很幸福，对吧？很多人认为做梦呢是上天要告诉他们将来会发生一些事情，可能呢上天不想让我们知道吧。一般晚上睡觉时，身体感觉到什么，人就容易梦到什么内容。记得有一次，我晚饭吃得太咸，那天晚上就梦见自己到处找商店买黄泉水。对，这个没有错啊。很多人呢都试着对梦进行解，哎，这个是读什么？这个难。解释，哎，对，解哇，释。可有些人呢，甚至专门写过这方面的书。哎，这个读什么？pity，要 pity。可惜。可惜到现在。你的汉语很好，这个也，好，我们来看是否，就是否的话就不是的意思，对吧？不是，对。我不知道，我不会用这个是法这个词是法。是否的话就我是，觉得，我觉得，报纸或者论文是否？有使用是否很多我，对对对，但是我不知道，我不会他怎么用？这个词有用，有用什么？他个否的话就是不是，是否的话就是是不是，是否？跟是不是是一样的。一般是写文章的时候，会用。但是我们平时说的话就是是不是，比如说你是不是喜欢吃米饭？你是否喜欢吃米饭是一样的，对，对，那今天我我很懂困，了，今天比较困，这个读什么？职业，对，这个是职业，可以啊，这个呢，standard，standard，
等等。哦，标准。啊，对对对，标准，好，受不了了，眼睛，哎，什么什么受不了了？你可以说啊，眼睛受不了了啊，我的脚受不了了啊，不想走路了，对，受不了，哎，这个怎么读啊？这个，严格。对，严格的老师啊，这个老师很严格再看一下，接着接着 beside 的意思好，这是这一个我们先退出来再进一下，好吧？好吧，哎，好好，好。我们来看到这边啊，休息一下好多了。是吧？容易困，这个字，再读一下这个字，对，举起来，这个词，地址。对，比如说收货地址，对吧？地址，收货地址，好，看一下，我读到这里。现在呢，手机不但价格，哎，这个怎么读？降低。对，降低了，而且呢，作用也越来越大。打电话、发短信已成为人们普遍使用的联系方式。除此以外，你还可以用它听音乐、看电影、阅读、玩游戏。哎，这个怎么读？这个，付款购物。对，付款购物。好，到你了，付款购物等。这大大方，方便，这个忘了。方便了，方便。这大大方便了人们的生活。举一个道子，迷路时，只要用手机地图查一下地址，马上就能知道怎么去那个地点。现在的手机，更像是一部可以拿，在手中的电脑。现代人的生活已经越来越离不开手机了。对，好，这个是 example，这个是例子，劣质，对，劣质。对，例子举一个例子就是给一个例子，for example，好，再看一下，这个没有，这个是读，收，对，那个快递的话有收，还有寄对吧？对，比如说我去寄一个快递谁收哪里收寄哪好，对，谁收在哪里收我读到这里吧，21世纪，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，变化。几千公里以外的国家，以前坐船需要几个月，现在呢，乘坐飞机，不过十几个小时。原来呢，寄信需要这个几天。现在连邮局都不用去了，发个消息，在家里发个电子邮件，用不了1分钟，到你了，远处的朋友就能收到，比写信封用的时间都短。以前外地，的
新闻，要几天后才能知道。现在只要打开网站，任何信息都可以在第一时间呢获得。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，让世界变得越来越小。所以现在人们都把地球叫做地球是什么？这个叫春。春。对，慈文春。对，春，比如说农村，对吧 ？Countryside。农村乡村。地球村，村的话就是比较小，地球村。好 ，Yeah, colorful。你可以跟中国老师上课。对，现在是。老师今天呢有几节课？今天课很多，有八九节，对，九节很累，今天我眼睛打不开了。好，再看一下。这个工作，再做一年两年，可能就做不了了。那身体不行了，对，再过两年，可能一天就上个2到3节课，就不能上了，对，就。前几天有一个朋友问我像老师他正在增长一个老师叫中文。对，教中学中文教中文啊，是吗？你可以推荐我。我去上老师跟他。谢谢。好 ，Thank you。好，再看一下哦，这个锤，这个，味道。鲜美，味道鲜美。对对对，味道鲜美。这里没有问题了。这个。这个是读什么呀？这个地方。考虑。考虑质量和价格，对吧？这个没问题。质量。对。价格。这个呢？这个难一点。这个。要紧啊，金呢？这个是金是什么？这个呢？亲戚，亲戚，经济。对，亲戚，亲戚的话呢，就是你的亲人，可能是对，可能是妈妈那边的亲人，爸爸这边的亲人很多很多亲戚这个字呢？这个字，钝啊，对，这个很难，对，钝啊，好，再看一下哈，这个没问题，这个字你再读一下，到哪里？这里。生字。对，汉语很好，这个很难的。这个呢？看上节课我们学的。稍微。这个可以哈。好，可以了。下一个。这个。材料对吗？对对对，材料什么材料做的，对吧？这个是详细对，好。
向心，啊，详对吗？详，第二项，详，详细。对，详细的说明书，对吧？详细的介绍，对对，详细跟那姓名，跟那明细的一样啊，明细和还是姓名，明细。明细，你是说这个吗？名啊，这个名明，片的名，哦，明细，明细，明细。我看见了他，我的公司，使用了这个词，在对账单，哦，明细什么？这个账目明细对吧？对的，对对对，这个一般是名词，明细表。对，明细表啊，明细，它是一个名词，详可细，以用吗？可以用吗？一样，差不多一样的意思，但是用法不一样啊，怎么用不一样？这个详细的说明书，详细的介绍，这里是做形容词。啊，这个明细的话是一个名词，none，名词啊，这个明细，哎，比如说这个书的明细啊，对，对对，好，这个说明书明细，OK，好，那就看下一个，看一下第一个汉字，这个汉字读什么？复音是 A，对，复印是 A，复印机加个 machine，复印机对吧？打印机、复印机，好，这个呢？厨房是对 D。啊，对，厨房是 D，这个第三，禁止，禁止的话呢禁是，止是 M，禁对止是 M，对吧？，F 对，是 no。F，大眼睛是 E，对，戴眼镜是 E，这个呢？理发是 C，对，C，对对对，理发，尖是 B。道歉是 B，生气了啊，女朋友生气了，这个，哎，这个你怎么读啊？这个，年龄。一般说啊，你多大年龄，对吧？如果是老人啊的，你多大年龄了？好，看一下这里哦，这个词语，随机。学期啊，马上学期结束了，你们3个月假期对吧？3个月，那你女儿也在家3个月喽，对吧？在家3个月，很长，太长了，3个月。那你女儿在家不知道要干什么，对吧？再看一下啊，打印和复印啊不一样啊，print 对，copy 和 print，OK。我看一下啊，你是马克，老师您好。我希望下个学期在这里继续学习，对，请问还需要重新申请吗？对重对新对，申请吗？重新申请，是的，给你表格，出生年月、性别、护照号码都要，哎，这个是读什么？对，填，这厉后害的了，对对对，还有联系地址、联系电话，真抱歉，我不小心把护照号码填错了，您能再给我一份新的申请表吗？对，这个应该是读，这个是读份，20 ton，对，一份工作，一份表，主要是一份申请表，没关系，不用道歉，谁都有啊，这个读什么这个字啊，careless，老师，
是我不会这个词。这个是粗心，粗心，对，就是非常不小心，careless，不小心的，粗心填错，不小心填错，申请表呢被别人拿走了，我给你呢重新打印一份，你等一下，好的，你好。这次我按照要求都填写完了，请问呢，还需要做别的事情吗？对，你把你的护照给我，我们要把护照复印一下，一般复印身份证，复印护照，再看一下哈，这个词语，对，比如说，还有那个，福特托，对吗？托对，福特托鞋，对，拖鞋，对，还有那个逃脱，刚才写的那个跳，好逃，托。还逃脱就逃了，抓不到了，这个词语，这个词语，small charge，small 零 change，钱，对，零钱，零钱。对，零钱，小的钱对吧？零钱，我是李静哈，你的手怎么流血啦？等一下，我给你包起来。没关系，我想给你做点羊肉饺子。刚才用刀切肉的时候，把手这个是弄破破，对对吗？啊，对，弄破了，是的，破还是破？破，black，had it，你也不，用什么人？你也太不小心了，你太粗心了，刚才学的粗心，不过呢，好像不太严重，过几天就好了。衣服上也有一点血啊，你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洗洗。看来今天吃不上燃豆角质了。那我们吃点别的。我常去的那家理发店附近有个餐厅。那里的包子很好吃，我们一会儿去买一点。好吧，我衣服口串里有十几块零钱，买报纸，应该够。对，那这个叫 package 袋子，口袋，口对，袋。口袋 package 口袋，好。复习一下哈，这里，这个是功能公用一样，这个是卖的对吧？卖的好，卖的不好，这个你再读一下这个字，这个是，这个是读。哪是这个写的？这个，你看得到吗？增长，对吧？增长，增长。对，增长。这里没有问题啊。这个，这个是跳啊，特邀跳，对，跳，特邀跳。弦啊，这个是弦。很咸，放了很多盐，对，太咸了。是不是是否？否的话就是不是。是不是跟是否一样？对，严格的。这里，这个是读什么？这个字，这个字，
励志对歌。对对，栗子，栗子，还有这个 countryside，春，对，哎，村，农村、乡农村，村的村，对，表示很小的地方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学到这里。好，下次见。好的，老师，下次见，早点休老息。师再见，晚晚安，晚安。